做坏事，老婆秒崩溃，老公失能怎么救？有蓝天有绿地，老公你帮我拍一下，他就给我一张这样照片。他拍是富裕公园，他帮我拍是垃圾掩埋。我要证明我的技术。再低一点。我就是在偷摸掩埋。我把一整锅衣服洗成红色。完蛋了！你就把脏纸一起丢进洗衣机，脏污颜色都会在上面。教他怎么钓鱼，不如给他一根好钓竿。对啊。拍照变丑八怪，家事做不好，这样的老公还有救吗？今天节目邀请到六位好神妈妈和两位老公代表，探讨拯救失能老公的绝招，到底该如何把老公调教成神队友？孕妇讲座开始上课。在我们节目中，常常就是说老公不帮忙，老公不帮忙，老公都是个猪队友啊。对，好。可是我要说，老公就算帮忙了，还被嫌做不好，这事情也常发生。因为你们没有心。对。没有心这三个字，我先问问大家，你们觉得他们帮忙故意没做好是故意的，还是他们有认真做，只是没做好，就是故意的，请举手。敷衍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敷衍呢。你们这个指控太伤人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故意没做好，下次你就不敢加了。像我们今天来宾这么负责任的爸爸，他们会故意做不好吗？会，你想揍阿松你就算，你想刻板印象，会。就不可以一直指控，因为我们是有认真的帮忙做不好，对不对？心意是很重要嘛，这有人都有擅长跟不擅长的事嘛。我觉得柯凡哥讲的有道理啊，其实这样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事情，对，比如你公公如果找你去打篮球，嗯，对不对？我去啊！我公公如果找我打篮球，我也去啊。他公公不会找他，他公公缺一颗球就找他。怎么讲？好，不过我们今天要谈很多，就是可能老公真的不太擅长的事情，然后就是做了很努力做了，还是被嫌这样。嗯，比如说拍照，真的这有点困难。拍照，老公真的是帮倒忙。我们拍他的时候都是这样，又高又帅。他拍我们就是又矮又胖，到底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拍你是高又帅，你拍我变丑八怪，好能力啊，还不是普通的了。我跟你讲，把我们本来没有的拍出来的，拍到你是什么方面？什么叫没有的拍出来？这有点意思。哦，本来胸部先不小，把你拍大也有错，是不是？我这个 app 厉害，哪里下载？我不夸张，因为我老公是那种专门不喜欢用那种 app 去拍照的人，他就直接就是开那个相机，然后呢拍的同时他自己还自拍哦。我通常都会躲后面一点，所以看起来我们脸会比较小。是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我没眼袋也会被他拍成有眼袋，这样随手拍的图，我的整个眼袋会拍出来。不是，为什么你这张会那么惊讶的表情啊？因为他就是他就在我还没准备好，就说来。然后就完全就是一个没有 not ready 啊，就完全没有准备。你真的还蛮惊讶的表情，你有种对，就还没有找到镜头，对对。然后就是这个，他连给我头发整一下的时间都没有，他就拍了。他可以把李祖林拍成台志源，我觉得还蛮。就变乱入秀，你是乱入的。但我觉得他拍全家一起出去拍，他也不给我做一下，就是手背啊，出的地方。等一下，这个中间是你哦？对。这个很不看不出来。最逗的是，因为我现在有，因为我 FB 不是很会玩，可是还是有粉丝专业。然后我现在就会说，哎，我帮你那个充了很多粉丝，你要常常 po 啊，要打卡。我说对，好，那你现在先帮我拍完，回去把照片传给我，我就来打卡。然后回去每一张都是这样，都不能用啊，根本就不用打啦。然后到最后我就说。这怎么打？你这拍成这个鬼样子，我要怎么打？你还 OK， 可是欣桐的老公是大名鼎鼎的导演，不会拍是怎么说得过去？对，像我老公是导演，他我就自己觉得他对那个画面的构成啊，很有感，应该是很 OK， 对不对？殊不知一切都只是我以为。怎么可能？我前一阵子拍他一档戏，因为我很久没有拍戏了。就动作有名的高塔公主。对对对，高塔公主。对。我们很爱的一出，对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很久没有拍戏了，然后也没有带助理，可是我又想要记录一些在现场拍戏的照片，可以 po FB 嘛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啊也不用太忙，就直接照你的 monitor 就好了。哦 ，OK， 对，照 monitor， 那摄影师都已经瞧好镜位，只要照 monitor 就好了，就可以把照片给我。然后拍了三四个月下来，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。
你照片给我，要来拍 po 那个 FB 了。殊不知每一张都是眼歪嘴斜，每一张都是那种夜叉照，真的超可怕。我觉得他故意的耶。为什么？对，你看我没有一张正常的。整出戏台词很多，一直找不到安静的时刻，按照朋友讲话。总共大概有40-50张，全部都是这种，没有一张可以 po。我真的很惨。对，到最后只好那个硬着头皮去跟我们剧照师，你知道，连男女主角都没有去跟剧照师要剧照，我要硬着头皮去跟剧照师要剧照，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张那个剧照让我 po 一下？真的，而且都是整天在骂人的时候拍。对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穿得美美的吗？然后都会希望老公帮我们拍一张全身照，那种身材比例很好。我就会，因为我知道他拍照有这种习惯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一定要头跟脚都有拍到哦。哦，有交代。头跟脚，对，都要拍进去哦，才是全身照。OK。然后他自己拍还会怕你嫌他拍的不好，他一边拍一边 murmur 在那 murmur 说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真是好美啊！那个腿那么长，身材那么很，简直就是少女啊！结果你照片一拿来一看，每一张都给你卡脚，哎，就是脚都给你卡掉。不是不是，你刚刚讲偷到脚，脚不见了，就是脚不见，怎么会叫全身？脚在另外一个档案呢。头在 A， 脚在 B。对，我真的受不了，白眼翻上天，脚不见，那个身材比例就会不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又被卡脚，怎么会是好照片？说真的，每次都是觉得我快要崩溃。而且这种才，你就比如像我这种拍的照也就算，像你们身材好好的被拍成那种，真的很闷。每一张都是白白胖胖啊。那白白胖胖有什么不好？你说。导演哈，导演，香涵这个，你老公是演员是主持人，他自己一定很常拍照，他应该知道拍照的美感吧？对，可是因为我拍照讲求情境。因为呢，有时候我们就小孩，我们就互相嘛，比如说我帮你留下亲子照，然后你帮我留下亲子照，就是这种。然后我就会帮他留下比较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故事意境，然后比较有一些温情的东西在里面。就比如说我之前帮他拍一张，就是我们去看飞机，带女儿去追飞机。哇，这个很美。的肩头，然后指着飞机，然后小孩的神情，而且你有看到后面还有透光哎，对，等一下可以帮我拍照吗？私人脸书页面有200多个赞跟60几个留言，当然了，那你是太好了，哇，好像孔刘哦，他那个脸，然后结果呢，他拍我，有一次我们就出国，然后在飞机上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起飞前我们来照张相吧，哎，照，照完之后我看，你看看，我那个肚子，对，肚子，看看，然后我看不是这样，腰内肉，腰内肉都这种的很瘦，香涵。香涵，你哎，这肚子，你有肚子哦，不是他本人，这拍起来你这肚子不会输我哎，还是输吧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天哪，你怎么拍成这样？这样我要怎么用？他说，哎，你不觉得这样拍得很好吗？你看他把小猪绑安全带耶，就是女儿care小猪绑安全带啊。小猪绑了一个安全带，还有一个，然后我就说已经有小猪了，何必把我也变成小猪呢？我相信你我有肚子哎，好了，啊，我突然觉得你变猪片了，谢谢你。刚刚这样看完全不觉得，对啊，瘦瘦的，就是长这样。你老公叫我们要警惕自己。他也不跟我说你坐挺一点或是怎么样，就是也不他有拍就好，他有拍就好。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，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抱怨老公，不知道他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帮我们拍的这样子又胖又丑。你觉得老公是不是真的都是故意的？你们觉得？不是故意的，怎么可能？我们也很想，我们拍的对象是无死角美女啊。哎，是怪我们的意思喽？你是说我们是无死角美女？就是上下左右前后怎么拍都美，左上怎么拍都美。对，我们不晓得是你们比较在意的是不想被拍出来的东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像我一次有一个朋友录音室开幕，然后我就帮我老婆拍，来，请看第一张照片。哎，跟小幺幺的这个，他觉得你觉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他们两个有一点夫妻脸？可是我觉得这是问题所在。我跟你讲，我相信老公的脸胖了，我相信老公的脸不会头看起来好凸。对啊，你老公拍胖了。你知道我死在哪里吗？手臂。对，
手臂，因为你侧身呐、啊。哦，女生都蛮在意手臂。对呀。真的吗？可以看一下。我要证明我的技术。你要拍谁？要拍你啊！现在吗？心灵姐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是拍我吗？对，我知道不 OK 了。我看你在，我就知道不 OK。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就不 OK。要跪下去，拿狠的 OK 了。这样很。有那么烂吗？我就是丈母娘啊！有什么鬼啊？这我本身就，你怎么会拿从肚子这边拍上来呢？这是一种拍好拍满的概念嘛？你要不要结账？你看你整个站荧幕的二分之一多开心！对，你光横着拿就不对，我发现拿在哪拿的位置也不对。对，我觉得男生就是觉得有拍就好。对，可刻板哥，我觉得他就是那种从小偶像出身，他都不觉得别人的，他都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他都觉得是别人是别人问题。阿松长这个样子，应该很替别人想。我是很替别人想，那我长什么样子？别忘了订阅妈妈好神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按下铃铛，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哦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，欢迎点选旁边这些影片哦。Yeah.